现在就在北京的这个前门大街。大家来前门大街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开车过来，也不能骑车进来，这是一条纯粹的步行街，所以一定是走着过来，坐公交，然后到这以后步行过来，可能要溜达一段吧，但是也不算很远，溜达一会儿就能到，这点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在这条街里边能够来回驰骋的只有这条街里边自己的这个叫叮当车，叮当车就是前面那个车，一会儿给带大家去看见啊，叮当车只有这个车能在这里边走，这个是要花钱买票来坐的，这是还原了一个最早期老北京的一个原始风貌，保留了这个叮当车。我现在就在前门大栅栏这个北端，前面就是正阳门箭楼。反正现在不能来北京旅游，就跟着我一块溜达溜达呗。叮当车的售票处，这就是买这个车票的地方。车票是单程票50块，50块钱人民币，坐的就是那个小车。看，我们过去看看。这就是那个叮当车。这个稻香村是老北京的啊，老北京的一个老品牌了，做点心的。这条大街一共长度是840多米，从我现在走的这一头一直到进前面，我的前方现在就是南方，南边出去以后就是天桥。哎，看老全聚德，
前门右手边就是大栅栏的这个入口。真的是吗？能看出来啊，今天因为疫情这个影响，现在是人比以往少了好多。这个应该就是最近一直闹得比较火的这个故宫文创这一块，都是一些故宫的文创产品在这一块。说着说着就来叮叮车了，我们去看看叮叮车，叮当车，叮当当当当。对，这个小车是不是很有老北京的这种气息？穿梭在商业街里边的轨道车。中国书店张一元，张一元是一个老北京的茶庄，他们家的花茶是非常不错，我也一直在他们家买这个花茶。张一元最出名的也是花茶。
荣宝斋。哎，荣宝斋现在怎么关门了？这可是一个老字号。前面那条大街的这个宽度，行车的宽度大概是20米，我记得是20米。这条路一共800多米，很快就到头了。看前面出去以后就是天桥。放以前就是一些戏曲啊什么的，都是在前面天桥那一块，但是现在也没有了啊。一会儿咱们上这里边还有一条街，里边还有一条商业街，一会儿跟大家一块儿去看看去。说这条街的商业气息很浓，确实是商业气息比较浓。我倒是建议啊，来北京玩的话，吃喝不放在这条街上，这条街是还原老北京风貌比较好的，吃喝不行，吃喝在这块还差一点。走到头了，这条路是不是很近？特别近，我就到头了。总共现在也就走了大概，我觉得10多分钟吧，1刻钟左右。如果说不是在每一个店都去转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能到头。800多米的路程不算远。我现在准备去它西侧的这条街里边去转一下去，看看西侧那条街有好多卖东西的。就是刚才咱说这条街，如果要是说想吃饭就最好不要在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的餐厅虽然比较多，可是都不是正宗的原汁原味，而且价格呢也会比较的高。